没错，那对方这里是一旦复活之后就直接过来吃掉了一半了。阿月斯坦布踏了一下要交接的硬抢，那这个位置可能被盯住，再往后拉开被利伯里直接盯上，进不去了。白夜来了，这次没有瞬移，阿英走直接往前打，阿月博士刚才是白夜抢的，踏进去把所有人抱起来打。这一次大军跟上我不可能会输了，因为 AOE 是拉满了， DCG 双 poke 阵终究还是拿下了这场胜利。